在遥远的非洲，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眼里只有病人，而无国界之分。他们抛家离子，忍受着对亲人的思念，为深受疾病之苦的当地民众消除病痛，带来健康和希望。他们心怀对祖国的赤诚和异国病患的深情，浇灌出来的友谊之花在非洲大地灿然绽放。在当地民众口中，他们还有一个称谓，上天派来的白衣天使。8月份，当南部非洲正是气候宜人的雨季时，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与欧洲隔海相望的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3900多万人口，90%以上生活在狭长的地中海沿岸。1963年，中国组建医疗队支援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55年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25批医疗队，3251名医疗队员。除第一批队员是从湖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派外，此后援助阿尔及利亚的医疗任务都是由湖北省承担。第25批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员鲁霞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外表瘦弱的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7年3月21日，她和队员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她的第二个孩子刚满2周岁。打视频的时候是很想孩子，有一次我们家那小孩子，他就对着我说，这是姐姐。他说这是姐姐。我说这是妈妈。然后他说我妈妈到非洲去了，妈妈到非洲去做手术去了。我当时感觉，哎呦，真的很对不起孩子。鲁霞所在的医院是爱因迪夫拉省公立医院，距离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50多公里。医院的妇产科没有当地医生，只有4名中国医生。但是每天的那个我们看的门诊的病人量一般在60到80，一天的剖宫产一般在10台以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大概做到了14到15台手术。在非洲广大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偏低，公共卫生系统不健全，个人生育常识和节制手段的缺乏，以及大量女性在18岁以前的青春期分娩、营养不良等，导致非洲妇幼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发达的阿尔及利亚，妇产科医生也非常紧缺。半个多世纪以来，湖北省派出的每一批医疗队里都会配备数名富有爱心、业务能力强的妇产科医生，分派到阿尔及利亚东西南北中部不同的省份。他叫徐长真，是一位4次赴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的妇产科医生。在长达7年多的援非经历中，他救治了数以万计的异国病患，以自己的精湛医术和人心大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成为深受欢迎的中国医生。第一次是1993年，我们是11月份走的。我工作的地点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迪格尼夫医院。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形势非常严峻。
枪战、伤员，这些新闻中曾经看到的画面，在徐长珍和队友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变成了习以为常。直至1994年6月份的一天，武装分子袭击了徐长珍所在的医院。当时正是午休时间，我还没有下班，这时候听到外边呢到处响着这个枪声，在医院的大门外，他就用机枪扫射，很多人都倒在血泊中，当时有4名警察当场死亡，其中有一名就是为医疗队站岗的警卫。一边是武装分子的疯狂扫射，一边是手术室里亟待救治的伤员，值班的中国医生没有丝毫犹豫，全部往手术室冲。当时的情景是很感人的，医疗队是奋不顾身的往手术室冲，阿方的警察和阿方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是用身体为中国医生挡子弹的，他们把中国医生紧紧地围在中间，这样往手术室去。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徐长珍深感战争的残酷，而战乱中这种超越国界的生死情谊更让他觉得弥足珍贵。后来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医疗队奉命紧急撤离。当时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心里是挺难过的，因为那么多的病人，我们想到他们走了以后，我们离开以后，他们当地医院没有医生，他们公立医院医生很少，很多病人他们该怎么办呢？提前离开的遗憾，病人渴望的眼神，回国后的徐长珍每每想起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痛。因此当2000年中国恢复对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时，徐长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次他被分派到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马斯卡拉省医院。当时的马斯卡拉省医院自6年前中国医疗队撤走后，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医院的妇科几乎关闭，产科严重一点的病人都转往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不少产妇死在转院途中。所以我们一到那里，这个病人呢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门诊呢挤得水泄不通，住院的病床都加不下。让徐长珍感到既意外又欣慰的是，在前来就诊的病人中，他竟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次由于战乱紧急撤离而未来得及为他做手术的子宫瘤患者拉塞拉。因为时间太长了，走了6年多，当时他的情况很不好，贫血非常严重，那个瘤子也长得很大了，能有新生儿童那么大了，原来就比较小，流血流得更厉害了，他全身水肿浮肿，去了他连上厕所都上不了，上厕所走了几次就晕倒了。由于身体反复流血，拉塞拉4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内心的自卑加上严重贫血，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非常虚弱。听说中国医生回来了，拉塞拉的心底又燃起了希望。我们去了，我马上就安排给他做手术。他是一个很罕见的瘤子，是一个巨大的黏膜下肌瘤，而且从子宫里拖出来，这样我们一点点把瘤子碎分才能拿出来。出院的时候，他从我的头上亲起，一直亲到脚面，他这样来亲我。这些朴素的情感
这种无以言表的感激，让一批又一批医疗队员的艰苦、孤独、牺牲和付出都变得值得。因为好多都是中国医生抢救过来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们自己起名都叫希诺瓦。希诺瓦，法语的意思是中国人。孩子的家长以此来感谢中国医生给予的新生。所以我们在那里在街上走，到处都会有人喊希诺瓦，有人会领到我们面前说，doctor， 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希诺瓦是中国医生救活的。真的很多很多。那么多病人等着诊治，那么多双眼睛充满着信赖，正是因为这份牵挂，这种情怀，徐长珍一次又一次踏上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最后一次去我已经退休了，60岁生日是在塞达过的。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城市赛义达是中国政府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所在地，也是徐长珍援外工作的最后一站。那一年的5.1国际劳动节，赛义达政府把那里唯一的一枚5.1劳动奖牌奖给了我们中国医疗队，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认可。2012年11月，徐长珍圆满完成第四次援非医疗任务，准备离开赛义达。这一次，他知道自己真的要与阿尔及利亚说再见了。走的前一周，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顾卡，他呢原来是马什卡拉医院的一个护士，听说我要走了，他从首都开车800多里，风尘仆仆赶到赛义达。抱着我失声痛哭，当时我也想到这次走了不一定再看到这些朋友。采访中，徐长珍希望摄制组能帮他联系上顾卡。2012年回国后，他因为搬家遗失了顾卡的联络方式。摄制组几经周折找到了家住阿尔及尔的顾卡。You and Dr. Xu and as a contact as a colleague. 得知徐长珍的消息后，顾卡非常激动。记者第一时间为这对失去联系5年的异国好友接通了视频连线。顾卡家里面，我们刚到他家。去妈妈给的德基。喂。顾卡，你是大。Moi, je suis très, très, très contente. Vous sentez bien? Bien. 与徐长珍的视频相见，让顾卡心潮难平。作为当年徐长珍工作中的助手，顾卡和中国医生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让他们结下了万水千山也无法阻隔的深厚情谊呢？Docteur Chi, pardon. Docteur Chi, elle était comme un ange. Je ne l'ai jamais vue. J'ai travaillé avec elle 4 ans. Je ne l'ai jamais vue prendre du temps pour manger ni pour boire. Moi, je me demandais, est-ce que c'était un être humain? Docteur Chi, jamais, jamais, on l'a vue manger, prendre du temps pour manger. C'était un ange. Elle est là pour travailler. Quand est-ce qu'elle mange, on ne sait pas.在阿尔及利亚，女性婚后一般不会出去工作，离家外出时要佩戴面纱，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文化传统。顾卡虽然是一位知识女性，但由于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也认为女性婚后应该依从于丈夫。对于徐长珍离开丈夫和孩子到万里之外的非洲救死扶伤，而且还乐此不疲，顾卡觉得非常了不起。Et c'est elle qui m'a inculqué ça. Donc moi, auparavant, c'était impossible, par exemple, de quitter mon mari pour faire des études.
ou pour progresser ou tout ça. Docteur Chi m'avait appris que quand il s'agit, quand tu fais un travail pour la bonne cause, il faut demander personne. Parce que ce que tu es en train de faire, c'est du bien pour toi, pour ton mari, pour tes enfants et pour tout le monde.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年龄相差近20岁的女性，在治病救人的合作中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在徐长真的影响下，姑卡也有了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力量。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依然选择了到法国学习深造，最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法官。Grâce à Docteur Chi.J'ai pu faire la part des choses à sa position dans la société. Et je suis devenue une femme chinoise en mettant en relief que la vie, ce n'est pas que les enfants.目前，姑卡正在准备国际战略博士学位考试。徐长真临别前送给他的两盒中国乐曲磁带，是他放松身心时必听的音乐。C'est like Mère Teresa, Docteur Chi, c'est Maman Teresa, c'est Mère Teresa. Encore plus, moi pour moi, Docteur Chi, elle est mieux que Mère Teresa.徐妈妈，这是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对徐长真的称呼，在他们心目中，徐长真就是中国医生的缩影。摄制组离开时，姑卡一家又为他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徐妈妈准备了祝福和礼物。'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飞越万里，跨越半个世纪，从广袤的草原到迷人的海岛，从热带雨林到撒哈拉沙漠，中国医生妙手仁心的故事一直在非洲大地上延续。位于非洲东北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以山地高原为主的国家，素有非洲屋脊之称。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同时也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2012年，中国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城郊援建了一所医院，并以埃塞俄比亚著名的长跑女运动员提露内斯的名字命名。经过5年的发展，这所医院已经成为首都著名的全科医院。8月的亚的斯亚贝巴不时会有阵雨落下，使空气变得温和而湿润。此时离河南省原埃塞俄比亚第19批医疗队回国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刘瑞敏是来自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从走进提露内斯北京医院的第一天开始，忙碌和紧迫就成了他的工作常态。临近中午，刘瑞敏和同事王志景刚做完一台剖腹产手术，又有一名产妇分娩出现了危险。由于产妇突发脐带脱垂，腹中的胎儿面临窒息的险境。刘瑞敏果断决定立即为产妇实行侧切助产。
几分钟后，胎儿顺利娩出，但重度窒息，呼吸微弱。面对命悬一线的婴儿，每一分钟的抢救都显得那么漫长。几分钟过去了，婴儿依旧没有哭出声。刘瑞敏和王志景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八分钟吧，孩子终于哭了。我们听到孩子哭了，我们心里面就特别开心。实际上作为一个产科医生，哪个医院都是比较忙，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母子平安，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2016年非洲人口约12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6%，但妇幼死亡人数超过了全球的一半。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差，缺乏产前检查，频繁剖腹产等因素，大大增加了早产、严重感染和出生并发症的几率。因此，每一名援非的妇产科医生不仅要承担比国内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且要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被称为欧洲的后花园，既拥有地中海的浪漫，又散发着撒哈拉沙漠的神秘。首都突尼斯是一座多元文化交融的现代化城市，时尚与复古，开放与传统，繁华与休闲，就这么神奇地并存着。突尼斯市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使很多当地医生选择了在这里工作，而一些偏远的医院则面临着人手非常紧缺的局面。距离突尼斯市150公里的让都巴大区医院是让都巴省唯一的一所公立医院。江西省第22批医疗队员苏小丽是这里唯一的一名妇产科医生。今天苏小丽已经连续值班3天3夜了，只有突尼斯市的医生来接替她，他才可以休息。本地医生没有，他要从突尼斯城请医生来的时候，他很困难的。整整一个上午，苏小丽都在看门诊。临近中午，她接到医监的电话，原定今天来接替她的突尼斯医生临时有事赶不过来了。苏小丽二话没说，又开始安排下午的手术。这里的病人其实是很淳朴的，只要你在，他就一直等下去的。虽然你再累再那个，他又没有怨言，他就等你，而且他就是那双眼睛是很渴望你给他看，你知道。连续几天值夜班，对年过五旬的苏小丽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刚到让都巴的时候，她哭过几次。如今10个月的磨练，让这个原本柔弱的女人变得超乎寻常的坚强。有一次我就连续上了5天的班，5天5夜，最后第5天的时候，我连续一个晚上做了7台手术，昏过2次。那天手术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做完第5台的时候，苏小丽的身体出现了透支，全身出虚汗，
那样就是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要想躺下去。护士刚把苏小丽扶到值班室休息，助产室就打来了电话。他说这个人胎心相当不好，你怎么办？我怎么办？要么就小孩子就是没用的。没有选择，甚至来不及犹豫，苏小丽只说了一句话：“把他接进手术室吧。”护士就帮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然后就把我叫醒以后再做的。做到一半就是关皮的时候，我又倒过一次，然后是他们把我扶下去的。可扶下去以后，我睁开眼睛问一下，他们说还在那里，我立马又上去又做掉。做完第六台手术已是第二天凌晨五点，极度疲惫的苏小丽正准备回去休息，又有一名产妇需要立即手术。我就点点头，就是自己就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我就点下头，他就赶紧立马就打电话叫把病人接进来。那一刻，苏小丽完全依靠意志走上了手术台。在缝针的时候，他连续三次扎到了自己的手。下午六点钟，来接替苏小丽的突尼斯市医生终于到了。因为有一台比较复杂的子宫肌瘤手术，苏小丽决定和突尼斯市医生搭台完成手术后再回去。Je m'appelle Dr. Mehdi Kheila, je suis professeur en gynécologie obstétrique et je viens de Tunis. En fait, je travaille à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 Tunis, centre de maternité, et je viens régulièrement ici pour aider aussi la région de Jandouba en matière de gynécologie obstétrique. 像曼迪这样到让都巴来接替苏小丽的突尼斯医生有三四位。他们每次都按照各自分工负责门诊或者手术，白班或者夜班。而苏小丽值班的时候，一天24个小时，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她一个人完成。Les deux à trois jours seuls, donc elle règle les problèmes pendant deux à trois jours seuls. Et s'il n'y avait pas sous ces jours-là, il y aurait, c'est-à-dire qu'elle pendant ces jours-là.Elle sauve des femmes, elle sauve des vies, c'est-à-dire de femmes, elle sauve des bébés. Elle est toute seule. S'il n'y avait pas elle, il y aurait des risques que des bébés soient morts, des femmes soient mortes. 医者无界，大爱无疆。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员远赴异国他乡救治病人，播撒友谊，同时也把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埋藏在心底。我当时走前和我家女儿讲，我说妈妈要去国外，要一年。走前那段时间告诉她以后，她练钢琴，要就坐在我腿上。所以我讲员外，其实，在艰苦的环境，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再艰苦她都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就是感情上的事。当中国医生在非洲大地为当地民众带来希望和健康时，在中国的江西南昌，第21批援助突尼斯医疗队员郭路平正在做恶性肿瘤术后的抗复发和转移治�疗。2016年1月25日，在突尼斯工作了14个月的妇产科医生郭路平回国探亲。飞机在南昌落地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昌市第三医院的乳腺病防治中心。他说我刚下飞机我就直接赶过来了，我时间很紧张，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我一摸我就觉得这个肿块不太好。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你。王义丽是南昌市第三医院乳腺疾病防治中心主任医师，也是郭路平的主治医师。从见到郭路平的第一面起，他就觉得这个病人的淡定超乎寻常。他告诉我，就是说肿块发现就是半年，就是半年前他发现的。从发现以后呢，他就认为喝点中药啊就能够，把它控制住。那么，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再回来这个做手术。近期长得比较快，
所以他就利用一个探亲假回来再诊治一下。郭路平在突尼斯工作的地点是西迪布吉德省大区医院。西迪布吉德省是突尼斯中部的一个省份，这所医院是全省唯一的公立医院。两名中国医生和一名当地医生承担着妇产科门诊、病房和手术等所有的工作。记得有一天有八台手术，做到第七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就一阵剧痛。当时我就剧痛的时候，我就停了几分钟。那么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心脏还是很不舒服，人非常的疲劳。那我就跟我爱人联系打电话。他说我那个时候感觉心脏比较累，我估计是累的。我说我给你搞一点草药来，他说你拿点草药过来，我提提神，看看怎么样。丈夫刘军以为郭路平只是疲劳过度，就给他寄了些黄芪，让他熬水喝，补充体力。身体上的不适，郭路平除了丈夫之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和许多员外的医生一样，他一边忘我的工作，一边享受着一位医者在异国他乡润泽更多的生命所带来的成就感。你的名字他是记不住的，他连你的姓的发音他都发不清楚，啊！但是他会记得你是中国医生，他们也会竖起拇指跟我说 Dr. Julie 太别，就是说 very good， 非常好。我觉得这就够了。王毅力把郭路平的手术安排在1月27号，是他回国探亲的第三天。因为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确诊了是乳腺癌，所以就直接做的全部切除，腋窝的这个最高的位置都是有这个很硬的，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是转移的淋巴结的。那么术后的病理报告的话呢，也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全部的25个淋巴结里面有19个是转移的。回国之前，郭路平做的最坏的打算是乳腺癌早期。当病理报告出来，所有人都为他身为医生却耽误了自己的病情而惋惜的时候，这个王毅力眼中最淡定的病人突然变成了最不听话的病人。要进行化疗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说要出院，一定要出院，就说我化疗可不可以带到这个突尼斯去打，因为我也是医生，我在那边打。很多患者在我手上分娩做手术，并且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怀孕了吗，在我手上产检，那时候怀孕7-8个月，就等我回去，跟我约好了。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怎么可能不回去，一定要回去的。因为惦记着和患者的约定，因为惦记着未完成的工作，郭路平在医生给自己装输液管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保护自己的手臂。输液管的话可以装在这个手臂上，也可以装在胸口上。装在胸口要进手术室做这个植入手术更痛，但是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装在胸口，因为我当时就第一秒钟我就想到我是要回去上班的，我要继续完成我的任务。所以说伤口你装在哪里都无所谓，靠近心脏都无所谓，但是就是不能动我的右手。14个月的援非生涯，郭路平以自己的医术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而他自己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对于缺医少药的非洲人民来说，医疗援助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使命，中国医生是一个多么光荣的称号。然而无论他怎么坚持，怎么坚决，无论他多么惦记万里之外的非洲之约，专家会诊得出的一致结论是，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他术后除了要做化疗之外，还要进行为期1年的靶向治疗，这样才能防止癌细胞的复发转移。我问他，我说你现在后悔吗？他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但你不知道生起小孩来那种产妇在那里求救这种眼光是特别可怜的，是吧？人家也是一条命。嗯，他
他说我现在非常欣慰的是手里很多产物在我手里抢救，救活了很多产物。因为你每天面对的就是大出血死亡，每天的坚持确实是救助了更多的人，挽救了更多的生命，确实如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问心无愧，我觉得很自豪。所以我说一等于N。从此我更看淡这种生死，何况我是医生，我不害怕死亡，所以我真的是想能够坦然地笑对死亡。当中国医生竭心尽力把一个个遭遇生命危险的异国病患从险境中救助出来的时候，彼此的生命已经紧密相连，从此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牵挂，有了与众不同的深情。50多年来，在非洲大地遭遇各种危机和艰难的时候，来自遥远中国的关切之情、援助之举总会及时的出现。中国和非洲在患难与共、真诚互助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是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在非洲广大地区，由于气候与环境的影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和防疫体系的相对薄弱，疟疾成为一种容易出现、普遍发生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共有2.12亿疟疾新增病例和42.9万例死亡病例，而90%的疟疾病例和92%的疟疾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靠近非洲东海岸的印度洋岛国科摩罗和非洲大陆许多国家一样，深受疟疾的危害。据统计，2006年科摩罗的疟疾病例共计10.8万例，因疟疾死亡34人。2006年9月，中国抗疟专家组带着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到达科摩罗。科摩罗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是采用的是中国的经验，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群防群治，而且我们是用我们自己中国创新的青蒿素复方。青蒿素是中国科学家在传统医学典籍中受到启发，从而研制出的抗疟新药。2015年10月，因发现的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复方青蒿素的研制者之一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这位年逾80的老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青蒿素抗疟研究。1974年，李国桥第一次使用青蒿素成功抢救一位恶性脑型疟疾患者，从而引起世界医学界对青蒿素的关注。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抗疟研究的李国桥也感染过2次疟疾。和别的感染者不一样的是，他是主动把病人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体内。当时呢，就大家都是讲想攻克这个难关，那你不能够把这些都方法都试在病人身上啊，把病人的血抽来打到自己身上，打了以后2-3天的这原虫就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发烧。为了摸清疟原虫的发病规律，研制出最有效的抗疟新药，李国桥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疟疾高发的区域。2006年，70岁的李国桥带着他研制的复方青蒿素和中国抗疟团队一起来到了科摩罗。最严重的那个岛莫艾利岛，它25个村啊，35000人啊，一查了，
30%以上的大中率有四个肾，其他的20-10几，最低的平均都有6%-9%。快速清除疟疾方案需要全民服药，而如何让对中医药完全没有概念的科莫罗人相信青蒿素的治疟疗效，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难题。为了说服村民服药，李国桥和他的团队几乎跑遍了岛上所有的村子。他村里面以前是没有人搞医疗卫生的，所以在科莫罗我们培训了4000个人，他每一个人是管200个居民，告诉他哪一天哪一天要吃药。2014年，科莫罗实现疟疾零死亡，疾病发病人数下降了98%。科莫罗当时报回来的数据，当时我就非常激动。有2个岛没有本地感染，这是标志着消除了疟疾啊！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啊！你通过药物干预，群体干预。为此，科莫罗联盟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专程来到广州，为帮助科莫罗清除疟疾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建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外国教授。换了多少批人呢？但是我一直就坚持干这个。所以你只要一个地区很严重的疟疾，马上控制住，就高兴了。2017年7月中旬，宋建平以中国抗疟专家的身份来到位于非洲中西侧几内亚湾东南部的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个面积1001平方公里、人口19.3万的美丽岛国，2016年12月26日刚刚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在2004年以前，它非常严重，大概发病人数，一年的累计发病人数占它人口的大概有一半，大概50%。近10年的数据的话呢，始终是在1%-5%-6%之间波动，发病人数大概2000-10,000人之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个小岛组成。考埃县是圣多美岛最偏远的一个县，也是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县，每年疟疾病例占全国的55%以上。它是侧重于这个杀蚊子的灭蚊，对蚊媒的密度的减少它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疟疾的消除的话，最可能单靠这个杀虫剂可能是解决不了问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疟疾防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本控制了疟疾流行，但疟疾传染源仍未消除。中国政府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时间派出抗疟专家组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实施援助。心怀苍生，兼济天下。当世界各国纷纷关注中国医药卫生专家创造出抗疟奇迹的时候，都会因此看到中国对非洲无私援助的力量，感受到中国医务工作者造福天下的勇气和胸怀。